Gorillaci.一大早起来，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跳水。快看，大大的泳池。你看看这个泳池下面还可以看到那个草，来你看一下，是有植物吧？好，你下去。你看你醒了吧？立刻就醒了吧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叫醒别人的一种方式。走吧，我们去吃早饭吧。楼去楼下。这个吐司还有牛奶，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哦。来，我们现在去吃吧。不是，我现在我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看电影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坐。夏天的阳光，应该是现在是早晨七八点钟的阳光。吃。是不是很可怕？你打开这个养乐多吧。这养乐多很难打开的。我帮你试一口，挺好喝的。你喝矿泉水吧。好，喝养乐多，干杯。那吃完饭我们就要去工作了。你就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想，我还是过回去上班吧。我上班之前先来打一个排球。你想学吗？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一下。我打这个很厉害的，而且我们在我们家我拿过了挺高的奖项。对着那个球打而已。再一次，好，三二一。刚才那个就是要飞球，就是很难完成的技巧。你们学习到了吗？学习到后我就去上班了，拜拜。当当，给你的花。我下班回来了，走吧，吃饭去。饿死了。Stay forever.我给你准备了吐司。你走太快了。鸡头变鸡。今天一整天的洗，哎，盖错，盖错了，盖错了，这个没有盖子。来笑一下，三二一。这是录影机哦，不是，那你在自己做动作。